一半物理，一半魔法。哪个英雄的技能是这样的？我找一个。你飞机它技能伤害也不是一半物理一半魔法，那不平 A 吗？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我说人家这技能不是平 A，你技能带平 A，那我那猴还一阶 A 呢，是不是？那不也一半一半吗？全军出击！硬将啊！你说我就问个人家技能是物理伤害还是魔法伤害，给我整一堆英雄，武器大师的 W 是魔法伤害加物理伤害。闪还交了，可以接受。想来可以来，哎呦，你还挺凶，啥也不知道你凶什么玩意儿了，卡了，他应该快升了，我估计。收两个兵不亏，回家了。你要来呀、啊！你要来，你得等我耗他血，等一波三级。你就这么交技能啊，兄弟？技能不要钱呢？来，来人就死啊！来抓不就死吗？这兵线就随便抓，想怎么抓怎么抓。最好能出出来提亚马特。再推一波，既来之则安之。兄弟，再来招俺老孙！这人就傻。
你就直接控兵线，你知道吧？就这种，哎呀，就这种上路玩的，我就说句实话，我真不是说膨胀啊，就他能跟我对照线，他都是，他都是赚了。他这把无论他赢不赢，他都赚了。他就只要他能跟我对上线，他就赚了。就这种上单，我拿一个脚都打他。真不是说我膨胀，其实他跟我对上线，他就已经能学到东西。抠不到吗？干啥呢？你说就那些娇妻钻二的上峡谷干嘛来呀？多坑人呢！那水平多参差不齐。来干嘛来？先整个号，上那种，这也没用啊，这也打不死啊。给你个大拇哥来。你干啥呢？行啊、哦！哎呦天哪，差点就是用命来不让我回城了。我往下点走回城还不行吗？啊，往下点走回城。爸回家了，我都不知道他要干啥。生气了，既来之则安之。不急，他把E用了啊，这不他出来直接把他杀了，他应该有闪，往下走，插个针眼勾引他。看他上哪去，回家了，回家推线。干啥去了？
出个三项吧。这峡谷先锋怎么奥恩拿的呢？哎呀，他不吃我塔皮可是还行啊。点个信号啊。其实三项不太好这把。不过为了能打的效果更好一点，我决定还是出三项。瞎子会不会来啊？这来的都多余，这浪费资源杀他都没必要啊。线上插个眼回家，我已经有点无敌了。俺的取经之路才刚刚开始。把鞋子出了，三项，下路没起来。哎呀，这把不就个瞎子起来了吗？瞎子能有啥用啊？不上，这不能上了，这再上要出事儿了。等等技能，等一个大招。哎，这 ADC 有点惨了。回上路收兵，这就是一波完美的节奏。首先来中路打团，团完以后上路兵回来，然后收上路兵，收完上路兵然后再打团，打团完事回上路收兵，完美节奏。太狠了，蓝莲汉几天没打还能狠成这样啊。一天没碰电脑居然还这么狠。哎呦，你果然就是百年难得一遇的游戏天才。这干啥呀，生气了。
生气了，有什么好生气的呢？这小分姐过来抓我，那瞎子不来卡萨都得死，你知道吧？哎，我就发现这个厄斐琉斯的大招啊，就所有玩的人都会空，是为什么呢？他这个大是不挺难中啊？我看谁敢抓我，这得走了，这人也太多了，怎么绕这儿来了呀？这瞎子，这有点不像人了，这对面这是。瞎子没到，上路带线，让我守下路，下路那是中单的事儿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们回上路守的。坠机了，谁的机？谢谢护士戳的飞机，我这没办法，那瞎子绕这儿过地方过来抓我，实在是没招。这跟我浪没有关系，这属于人家硬找机会，你就没什么办法了。你们啊，是真是有点病，我就发现了。你抓吧，你抓吧，你就丢兵，抓吧，你等我死亡之舞出来的啊，我看你还怎么抓我。等我装备，我装备不太好，等我装备，差500块钱，下波大招就是他妈团灭的时候，下路再带一波。13级，赶趟，在我死亡之舞还有大招好的时候，应该是能那个先锋之眼，应该是掉不了，没事。算了，我去应该也没用了，我不去了吧。我去了干嘛？打赢了，打赢了可以啊，打赢了我过来打大龙。这波兄弟们还可以接受。把中路线来吃了，然后去把卡莎杀了，因为就他一个，没关系。
我就不闪了吧，算了，死死了。对不起，我无敌了。现在打团，我就是对面的爹。因为我有血量，有等级，有大招，有闪现，还有死亡之舞。死亡之舞下版本削了。哎，现在流血伤害是30%是吧？哎，已经削了。远程英雄20。近战英雄30，下版本好像还削，就削10%了，削到10%吧。把下路推了，削的远程，近战没削。你们觉得蓝枪算不算远程？绕过来，蓝枪要算远程，就是那削的是有点惨了呢。干嘛呢你们？人是不是有点多呀？这打我也不掉血呀、啊！我看这个墙能不能穿啊？这猴这个 W 技能有问题，你老卡在枪里边。白交一个闪现，就这分卷的辅助啊，特别烦，他比较克我，你知道吗？换任何一个其他辅助其实都没事儿。想走可以走，我先撤了啊。ADC 要杀你我也没办法， ADC 要杀你那我也没办法，我也只能撤了兄弟们。家没了，去下路把二塔推了。基本上我回家以后就不可能再死了。来双钻，你说你们老硬抓人，我就发现这帮人老硬抓人。你说那中路兵线差成这个样子，你不去中路去收兵呢，完事你过来硬抓我，你说这就属于没有意义的抓人，你知道吧？他抓就即使他把我抓死了吧，这兵也进基地了，或者上路二塔也没了，你杀我一个，你掉了一座塔，你合适吗？不合适，硬抓人呢，怎么老？另外还抓不死，关键，你要能抓死还行。打不死的，你自己单杀的费点劲了。
火焰瞎的这英雄一个人起来还是没啥太大用。这 ADC 签了我一波五杀呀，都打完团没掉血。